差不多煮熟了，快上齐了。哎，烤肥肉呢？你说里边那个黄？烤肥肉。奶奶，你忘记要双击了。双击六六六。那夏天了，每个人都吃不进饭，包括我一样。然后这个呢，是我们家的穷带菜，是不是和穷子是一样的？整整的一箱啊，19.9元，一整箱5斤，泡完之后15斤啊，将近。19.9你能买啥？一瓶海鲜酱油，2瓶奶茶，在咱们家库房吃上一个月的海鲜，下方购物车直接给你看。一个小时10万单的龙虾米是怎么卖出去的？这一个就是我们家新鲜的龙虾米，一包是200克，99米一包，2包、3包、4包、5包、6包、7包、8包、9包、10包，咱们见证奇迹的时刻啊！一个小时10万单，从现在开始，咱俩宝宝点个下面动车看一下，现在到多少单了？大吃妹呀！夜明珠必须是深呛的宝宝啊！啊，这道美食走遍了大江南北，浸泡啊，15分钟。家里如果喜欢吃芥末的老铁，哇、哦，来点芥末，上上头啊！上头了啊！下视频，开动，镜头卡了。嗯，是不是甩我一嘴？一只一只的啊，哎呀，好，这个是出来。